为疫情的原因嘛，我们首飞是成都，在成都你也知道是熊猫的家乡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这个进宝的形象就是活泼可爱的熊猫，然后呢还要飞北京，在这个全球啊通航了以后呢，国际整个疫情缓和了以后啊，我们还要飞全球，啊，实际上就在整个和世界的连接啊、互联互通啊，展示中国的形象、进步的魅力。看视频，单澎湃。